聊斋志异第一篇，这是晋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聊斋志异，蒲松龄著，第一篇，考城隍。余子杖之主宋公，会道，亦领生。一日病卧，见丽人持蝶。千白颠马来，云：“卿复是。”公言：“闻宋未临，何惧得考？”吏不言，但对促之。公吏并乘马从去，路甚生树，至一城郭，如王者都。移时入府界。公事壮丽，上座十余官，都不知何人，为官壮谋可识。檐下设计，蹲各二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，公便与连间，几上各有笔札，额题纸飞下，视之有八字。云：“一人二人，有心无心。”二公文成，成殿上，公文中有云：“有心为善，虽善不伤；无心为恶，虽恶不伐。”诸神传战不已。赵公上谕曰：“河南缺一城隍，君称其志。”公方悟，顿首泣曰：“汝应宠命，何敢多辞？但老母七旬，奉养无人，请得中其天年，唯听录用。”上依帝王相者，即命其母受籍。有长须力捧侧翻约一过，白有阳算九年。公愁除奸，官帝曰：“不妨令张生设传九年，瓜代可也。”乃谓公：“应及妇人，今推仁孝之心，给嫁九年。”及妻当父相照，又免立秀才属语。二公齐手并下，秀才握手送诸郊野，自言常山张某。以诗赠别，都忘其词。终有花有酒，春常在；无烛无灯，夜自明。之句，公既齐，乃别而去，及邸里，或若梦物。时卒已三日，母闻关中呻吟，浮出，半日始能语。闻之常山国有张生，与是日死矣。后九年，母果卒，营葬祭毕。换着入室而没，其月家居城中西门里，忽见宫楼英珠坟，与马神众，登基堂，依拜而行。襄公惊疑，不知其为神，奔寻襄中，辄以莫意。公有字迹小传，昔乱后无存，此其略耳。完。《聊斋志异》第二篇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，蒲松龄著。第二篇，同人语。
长安市方栋颇有才名，而挑脱不持仪节，每末上见有女，则轻薄委罪之。清明前一日，偶步交郭，见一小车，诸服绣显，青衣数倍，款缎已重，内衣蔽，层小四，容光绝美，稍稍尽沾之，见车慢动开，内坐二八女郎，红妆艳丽，由生平所未睹，目眩神夺，簪恋服舍，或先或后，重持数里，忽闻女郎忽蔽进车侧，曰：“为我垂帘下，何处疯狂儿郎，平来窥瞻。”蔽乃下帘，怒故声曰：“使夫荣臣妻郎子心腹归宁，非同田色娘子，放教秀才胡去？”言已，举者吐扬声，声米目不可开，才衣世世，而车马已秒，今移而返，觉目中不快，欠人其简波士，则今上升小意，今素意惧，泪簌簌不得止，意见大，数日后如前，又今起旋罗，百药无效，傲闷欲绝，颇思自忏悔，闻光明经能解厄，词一卷，美人教诵，出游烦躁，久见自安，但晚无事，为夫作捻珠，持之一年，万元俱尽。忽闻左目中小雨如银，曰：“黑漆似，颇耐煞人。”右目中映云，可同小遨游，出此闷气，见觉两鼻中如如作痒，似有物出，离恐而去。久之乃返，复置鼻入筐中。又言曰：“许时不亏园亭，珍珠兰俱枯即死，生树喜香兰，园中多种植，日常自灌溉，自思明久至不问。忽闻其言，俱问妻：兰花何使憔悴死？妻结其所至之，因告之故，妻趋厌之，花果槁矣。大意之，尽匿房中以伺之，见有小人至生鼻内出，大不及斗，盈盈然进出门去，渐远，遂迷所在，俄连必归，飞上面如风已之头穴者。如此二三日，又闻左言曰：睡到淤，还往甚非所便，不如自起门。又应云：我必子后大不易。左曰：我是辟，得与而俱。遂觉左筐内隐似抓裂，有请开示，或见机物，喜告妻，妻审之，则指磨破小窍，黑金盈盈，才如辟胶，月一宿，胀尽消，细视竟重瞳也，但右目旋罗如故，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筐矣。生虽一目秒，而较之双目者，书更寥寥，由是亦自简述，乡中称圣德焉。亦使事曰：乡有士人，携二有余徒，遥见少妇控驴出其前，戏而吟曰：有美人兮，故二有曰：屈之。乡与笑逞，俄追之，乃其子父，心乃气上，莫不复语。有唯唯不知也者，凭志书谢，世人扭泥，痴痴而言曰：此长难复也。各引笑而罢，轻薄者往往自侮，良可笑也。至于米目失明，又鬼神之惨报矣。夫荣臣主，不知何神，岂菩萨现身耶？然小郎君生僻门户，鬼神虽恶，亦何尝不许人至心哉？同人语完。《聊斋志异》第三篇，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三篇，画壁。江西梦龙潭，与朱孝廉客都中，偶设一兰若，殿宇残舍，俱不甚红场，
唯一老生挂搭其中，见客入，数衣出亚，岛屿水洗。殿中数至宫像，两壁图绘精妙，人物如生。东壁画散花天女，内衣垂髫者，拈花微笑，樱唇欲动，眼波江流。珠注目久，不觉神摇意夺，恍然凝想，身忽飘飘，如驾云雾，已到壁上。见殿阁重重，非复人世。一老生说法座上，偏袒绕饰者甚众，珠玉匝立其中。少间，似有人暗牵其车，回顾，折垂髫儿，惨然进去，履及从之，过曲栏，入一小舍，珠次且不敢前。女回首，举手中花，摇摇作招状，乃趋之。舍内既无人，俱拥之，亦不甚惧，遂与匣好，继而闭户去。属勿咳，夜乃复至。如此二日，女伴觉之，共搜得生。戏谓女曰：“腹内小郎已许大，上法蓬蓬学处子耶？”共捧簪耳，处令上还。女含羞不语。一女曰：“妹妹姐姐，吾等勿久住，恐人不欢。”群笑而去。生是女，髻云高蹙，环凤低垂，比垂髫时，犹艳绝也。四顾无人，渐入猥亵，兰色熏心，乐方未哀，忽闻即墨靴铿铿胜利，雷索锵然，旋有分霄变腾之声。女惊起，与生窃窥，折见一金甲使者，黑面如漆，挽锁窃垂，众女环绕之。使者曰：“权位。”答曰：“以权。”使者曰：“如有藏匿下界人，即共出手，勿疑一妻。”又同声言：“无。”使者反身恶故，似将搜匿。女大惧，面如死灰。张皇谓诸曰：“可即匿榻下。”乃起壁上小扉，蹴遁去。诸服不敢稍息，俄闻靴声至房内，复出未几，凡轩渐远，心稍安。然户外辄有往来与论者，诸局及祭酒，觉耳际蝉鸣，目中火出，颈状待不可忍，唯静听以待女归，竟不复一身之何自来也？时梦龙潭在殿中，转瞬不见诸，以以问声。生笑曰：“枉听说法去矣。”问：“何处？”曰：“不远。”少时以指弹壁而呼曰：“珠弹月何久犹不归？”旋见壁间画有珠像，勤而伫立，若有听察。生又呼曰：“犹履久待矣。”遂飘忽自壁而下，灰心目立，目瞪足软，梦大骇，充容问之。盖方伏榻下，闻叩声如雷，故出房窥听也。共是拈花人，逻辑悄然，不复垂髫矣。诸惊拜老生，而问其故。生笑曰：“幻游人生，贫道何能解？诸气结而不扬，梦心害而无主。”即起，立阶而出，亦使是曰：“幻游人生，此言类有道者。人有迎心，是生谢敬；人有谢心，是生恭敬。菩萨点化愚蒙，千幻并作，皆人心所自动耳。老婆心切，习不闻其言下大悟，披发入山也。”画毕，完。《聊斋志异》第四篇。这是晋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者，第四篇，仲离。有乡人获离于市，颇甘芳，驾腾贵。有道士破金蓄衣，盖于居前，乡人知，亦不去，乡人怒，加以斥骂。
道士曰：“一居数百棵，老衲只盖其一，余居是邑，无大损，何怒为？”观者劝示列者，一没令去，乡人直不肯。寺中拥宝者，间谍瓜不堪，遂出前世一枚，复道士。道士拜谢，谓众曰：“出家人不解吝惜，我有家离，请出共客。”或曰：“既有之，何不至时？”曰：“吾特须此何作种。”于是橘离大淡，且尽把合于手，解肩上缠，砍地深数寸，哪知而复以土，向世人索汤卧罐。好事者于林路店所得费审，道士皆尽砍处，万木传世，见有沟蒙出，见大鹅秤树，枝叶扶疏，疏而花，疏而实，硕大方富，累累满树。道人乃急速投斋赐观者，请客向进，以乃以禅伐树，丁丁良久，乃断。待夜合肩头，从容徐步而去。初，道士作法时，乡人亦杂众中，引领注目，静望其业。道士既去，始故居中，则离已空矣。方物是所表散，皆己物也。又系是居上一把王，是心着断者，心大愤恨，即击之。转过墙隅，则断把器原下，使之所乏离本，即是物也。道士不知所在，一世灿然，一时誓曰：“乡人愧愧，憨壮可掬，其见笑于世人，有以哉？每见乡中陈树风者，良朋其米则沸然。”且记曰：“是属日之资也，或劝既衣危难，饭衣穷独，则又愤然记曰：此时人五人之时也，甚而父子兄弟较尽资诸，及至银帛弥心，则轻囊不吝，刀居林耕，则属命不惶，诸如此类，正不生道，纯而乡人，又何足怪？”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第五篇，这是 David Fan 为 Libri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五篇，崂山道士。亦有王生、杭妻、顾家子、少穆道闻崂山多仙人，复及往游，登一顶，有冠羽、
甚忧。一道士坐蒲团上，束发垂领，而神观爽迈，扣耳语语，理甚玄妙，请师之。道士曰：“恐骄惰不能作苦。”答言：“能之。其门人甚众，薄暮必及。”王拒与其手，遂留观中。凌晨，道士呼王去，授以斧，使随众采樵。王谨受教，过月余，手足重茧，不堪其苦，因有归志。夜夕归，见二人与师共酌，日已暮，尚无灯烛。师乃剪指如镜，年毕间，俄顷。月明辉室，光剑毫芒，诸门人环听奔走。一刻曰：“良宵胜乐，不可不同。”乃与案上取壶酒，分赖诸徒，且主尽醉。王自思：七八人，壶酒何能便给？遂各觅盎盂，竞饮先教，唯恐尊敬，而往复易住。竟不稍减，心齐之。俄一刻曰：“蒙赐月明之兆，乃尔既饮，何不呼嫦娥来？”乃以箸掷月中，见一美人自光中出，初不盈尺，掷地，遂与人等纤腰绣像，翩翩作霓裳舞，已而歌曰：“纤纤乎，而环乎！”而忧我于广寒乎？其声清越，冽如箫管。歌毕，盘旋而起，月登机上，惊故之间，以腹为柱。三人大笑。又一刻曰：“今宵醉乐，然不胜酒力矣。其见我于月宫可乎？”三人移席，渐入月中。众视三人坐月中饮。须眉毕现，如影之在镜中。疑时月渐暗，门人燃烛来，则道士独坐而客摇椅，机上摇盒尚存，壁上月只圆如镜而已。道士问众：“饮足乎？”曰：“足矣。”足以早寝，勿乔苏。众诺而退。王窃心目。归念遂息，又一月苦不可忍，而道士并不传授医术，心不能待。辞曰：“弟子数百里授业先师，纵不能得长生术，或小有传习，亦可谓求教之心。今月两三月，不过早乔而暮归，弟子在家未安此苦。”道士笑曰：“我故谓不能作苦，今果然。明早当前汝行。”王曰：“弟子操作多日，师略授小技，此来为不复也。”道士问：“何术之求？”王曰：“每见师行处，墙壁所不能隔，但得此法足矣。”道士笑而允之，乃复已绝。令自昼毕，呼曰：“入之。”王面墙不敢入，又曰：“是入之。”王果从容入，及墙而阻。道士曰：“俯首骤入，勿逡巡。”王果去墙数步，奔而入，及墙，虚若无物。回视，果在墙外矣。大喜，入谢。道士曰：“归宜劫持，否则不厌。”遂著资府，遣之归。底家自许欲仙，坚壁所不能阻，妻不信。王笑其作为，去墙数尺，奔而入，头触硬壁，木然而薄。妻伏视之，额上粉起，如聚卵焉。妻揶揄之。王惭愤，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。亦使是曰：“闻此事，未有不大笑者，而不知视之为王生者，
正负不少，今有仓赋，喜乘读而未药时，遂有世庸损智者，尽宣微成暴之术，以迎其止。疑之曰：“只此术也，以往可以横行而无碍。出世未尝不小效，遂谓之天下之大，举可以如是行矣。事不至触硬币而颠蹶不止也。”崂山道士，完。Recorded by David Fan，2009年5月。《聊斋志异》第六篇，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第六篇。长青僧，长青僧某道行高洁，年八十余，犹健。一日颠仆不起，是生奔救，以缘际矣。僧不自知死，魂飘去，至河南界。河南有故僧子，率十余骑，按鹰猎兔，马邑堕壁，魂氏相执，系然而合，遂见书。司仆还问之，张牧曰：“胡自此？”众伏归，入门者粉白带绿者，分及故问，大骇曰：“我僧也，胡自此？”家人以为妄，共提耳悟之。僧亦不自僧解，但闭目不复有言。想以脱素则食，酒肉则聚，夜独宿不受妻妾奉。数日后，忽思少不，众皆喜。既出，少定，即有诸仆分来，前部古籍，札请会计。公子托以病倦，悉谢绝之。为问山东长清县知之否？共答知之。曰：“我欲无聊赖，欲往有主，宜即自任。”众谓心抽，未应远色，不听。翌日遂发，抵长清，是风物如昨，无烦问途，径至兰若。弟子数人见贵客至，拂腋甚恭，乃问老生焉往。答云：“吾师囊以物化，问木所，群岛以往，折山此孤坟，荒草犹未合也。”众僧不知何意，继而借马欲归。祖曰：“汝师戒行之生，所以守则宜恪守，勿彼损坏。”众唯唯，乃行。既归，灰心暮坐，了不够当家务，居数月，出门自遁，子抵旧事，谓弟子：“我及汝师。”众疑其谬，相视而笑，乃述返魂之由，又言生平所为，悉服。众乃信，居以固榻，视之如平日。后公子家驴以与马来，哀请之，略不顾瞻。又年余，夫人遣纪刚至，多所愧疑。金帛皆却之，唯受布袍一袭而已。有人获至其乡，尽召之，见其人默然成笃，年仅而立而折道，其八十余年事。亦使誓曰：“人死则魂散，其千里而不散者，性定故耳。与余生，不亦知乎其再生，而亦知乎其入芬华迷离之乡，而能绝人以逃世也。若眼睛一闪，而蓝色熏心，有求死不得者矣，况生乎哉？”长青僧完。《聊斋志异》第七篇，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七篇，胡嫁女。历城阴天官，少平有胆略，亦有顾家之地，广数十亩，楼宇连亘，常见怪异，以故废无居人。久之，蓬蒿渐满，白昼亦无敢入者。惠公与诸生隐，或戏云：“有能记此一宿者，共聚为言。”公悦起曰：“是亦何难？”携一席往，众送诸门。戏曰：“吾等暂候之，如有所见，当即号。”公笑云：“有鬼狐当捉赠耳。”
遂入，见藏梭毕竟，蒿艾如麻，实质上旋，性月色昏黄，门户可辨，摩梭数尽，石底后楼，登月台，光洁可爱，遂止焉。西望月明，唯嫌山一线耳。坐良久，更无少意，窃笑传言之讹。席地枕石，卧看牛女，一更向近，恍惚欲寐，楼下有履声，急急而上。假寐逆之，见一青衣人挑帘灯，促见公惊而却退。与后人曰：“有生人在。”下问谁也，答云：“不是。”俄一老翁上，旧公帝室曰：“此因尚书，其岁已酣，但办无事。”相公倜傥，或不斥怪，乃相率入楼。楼门尽辟，疑时往来者亦众。楼上灯辉如昼，公稍稍转侧，作替咳。翁闻公醒，乃出跪而言曰：“小人有鸡走女，今夜余归，不亦有处贵人，望勿深罪。”公起，夜之曰：“不知今系家里，残无以贺。”翁曰：“贵人光临，压除凶煞，幸矣。”即凡陪坐，备亦光宠。公喜，应之。入室楼中，陈设方立，遂有妇人出拜，年可四十余。翁曰：“此拙金。”公依之，俄闻声月聒耳，有奔而上者，曰：“至矣。”翁趋迎，公亦立嗣。少选，龙沙一处，导新郎入，年可十七八，风采韶秀。翁命先与贵客为礼，少年木工，公若为宾，执办主礼，赐翁续交拜，以乃即席。少间粉黛云从，酒至物配，玉碗金瓯，光映积案。酒数行，翁唤女奴请小姐来，女奴诺而入，良久不出，翁自起，千尾触之，额必袄数倍。永新人出，环佩裘然，设兰散赋。翁命向上拜，起，即坐母侧，为目之，翠凤明当，荣华绝世。继而着以金爵，大容数斗。公思此物可以持宴同人，因内袖中，为醉饮鸡。颓然而寝，皆曰：“相公醉矣。”居无何，闻新郎告行，声乐报作，纷纷下楼而去。已而主人练酒具，少一绝，明搜不得，或惬意卧客。翁即借物语，唯恐公闻。疑时内外俱寂，公死起，暗无灯火，唯纸香酒器，充溢四堵。是东方既白，乃从容出，探袖中惊觉犹在，急门则诸生先似，疑其夜出而找入者，公出绝视之，众骇问，因以状告，共思此物非韩氏所有，乃信之。后举进士，任于肥丘，有世家诸姓宴公，命取巨公，久之不至，有戏奴掩口与主人语，主人有怒色。俄奉金爵劝客饮，第四之，款式雕文与胡物更无殊别。大疑，问所从自，答云：“绝凡八之，大人为金青石，密良工监制，此事传物实习已久。”元明府入陵，是取朱香露，仅存其妻，宜家人所窃取，而十年尘封如故，殊不可解。公笑曰：“金杯羽化矣，然是守之真不可失。仆有一句，妥尽四资，当以奉正。”忠言归属，简爵持送之。主人审视，骇爵，轻易谢公，解锁自来。公乃历陈颠墨，使之千里之物，胡能摄取，而不敢中留也。胡嫁女，完。
《聊斋志异》第八篇，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八篇。交纳。孔生学历，圣意也。为人运界，公师有职有令，天台。既函招之，生往，令事逐，落拓不得归。欲蒲陀氏。拥为士生抄录，士西百余部，有散先生弟。先生故公子以大宋萧条，倦口寡，移而乡居，宅岁旷焉。一日大雪崩腾，既无行旅，偶过其门。一少年出，风采甚都，见生屈与为礼，略至慰问，即趋降临，生爱悦之，慨然宠辱。屋宇都不甚广。处处溪悬景目，壁上多古人书画，案头书一册，千云廊环所记，翻阅一过，巨目所未睹，生以居散地，亦为地主，即亦不审官罚。少年细节行中，亦怜之，劝设帐授徒，生叹曰：“羁旅之人，谁作朝秋者？”少年曰：“倘不以奴台见赤。”愿拜门墙，深喜，不敢当师，请为友。便问宅何久故，答曰：此为散府，囊以公子相居，是以酒旷，仆皇府室，主居散，以家宅焚于野火，暂借安顿，生使资非散。当晚谈笑甚欢，急流共榻，寐爽，即有童子自叹于室。少年先起入内，生上永备坐，同入白太公来，生惊起，一手入，鬓发婆然。相生应谢曰：“先生不弃玩儿，遂肯赐教。小子初学涂鸦，物已有故，行备视之也。已，乃进锦衣一袭，貂帽、袜、履各一式，是生冠制矣。乃呼酒见馔，屐、榻、裙、衣，不知何名。”光彩射目，酒数行，手心辞，夜帐而去。餐气，公子乘客夜，类皆古文辞，并无实意。问之，笑云：“仆不求进取也。”抵目，更酌曰：“今夕尽欢，明日便不许矣。”呼同曰：“是太公请位，已请，可按换乡奴来。”同去。先以绣囊将琵琶制，少顷，一婢入，红妆艳绝。公子命檀香飞，婢以牙波勾动，激扬哀烈，节拍不累数文。又命以具觞行酒，三更始罢。次日早起共读，公子醉会，过目成咏。二三月后，命比警觉，相约五日一饮，每饮必招香奴。一夕。酒酣气热，目注之，公子以会其意，曰：“此必为老父所豢养，兄况渺无家，我数夜待愁久矣，行当为君谋一家偶。”生曰：“如果会好，必如乡奴者。”公子笑曰：“君臣少所见而多所怪者矣，以此为家，君愿亦易主也。”居半载，生欲翱翔交郭。至门，折双飞外鸠，问之。公子曰：“家君恐郊游分意念，故谢客耳。”生亦安之。时盛暑入热，移栽园庭，生胸间肿起如桃，一夜如晚，痛楚盈身。公子朝夕省事，眠食都废。又数日，创具一绝食饮，太公亦至。相对太席，公子曰：“而前夜思先生清样，娇纳妹子能聊之。遣人于外主母处呼令归，何久不至？俄同入白，纳姑至，宜与兄姑同来。”父子即趋入内，少间引妹来侍生，年约十三四，娇颇流秽，细柳生姿，生望见颜色。贫僧顿忘，精神为之一爽。公子便言：“此兄良友，
不刺褒也，妹子好衣之。女乃练修容，于长袖，就踏怎似？把握之间，觉芳气甚兰。女笑曰：“已有事急，心脉动矣。然症虽微，可治；但肤块已凝，非乏皮削肉不可。”乃托背上金串安患处，徐徐按下之，创凸起寸许，高出串外，而根际余肿，尽数在内，不是前如碗阔矣。乃一手起罗巾，解佩刀，刃薄于子，把串握刃，轻轻覆根而割，子血流溢，沾染床席，而贪尽交资，不为不觉其苦，且恐数郡割事，危棒不久，未几割断腐肉，团团如树上削下之影。又呼水来，未洗割处，口吐红丸，如蛋大，着肉上，按令旋转，才一周，觉热火蒸腾，再一周，习习作痒，三周矣，片体清凉，沁入骨髓。女搜丸入焉，曰：“欲已，屈不出，声悦其走泄，成故若失，而旋响荣辉，苦不自已，致是废卷疵作，无复聊赖。公子以窥之，曰：“帝为兄物色，得一佳偶。”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异地眷属。”生凝思良久，但云：“勿须。”面壁吟曰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”公子会其止，曰：“家君仰慕宏才，常欲复为婚姻，但只一少妹，此太稚。有遗女阿松，年18已，颇不出漏，如不见信。松姐日色园庭，似前香，可望见之。”生如其教，果见娇纳携丽人来，画带弯额，连钩蹙凤，与娇纳相伯仲也。生大悦，请公子作罚。公子翌日自内出，贺曰：“协矣。”乃除别院，未生成礼。是戏，鼓吹填烟，岑落漫飞，以望中仙人，忽同轻卧，遂移广寒宫殿，未必在云霄矣。合景之后，甚切心怀。一戏，公子未生曰：“切磋之会，无日可以忘之。”尽散公子解送归，所宅甚急，亦将弃此而西，事难复聚，因而离绪萦怀。生愿从之而去，公子劝还相旅，生难之。公子曰：“勿虑，可即送君行。”无何，太公引松娘子，以黄金百两赠生。公子以左右手与生夫妇相把握，主必谋误事，飘然履空，但觉耳际风鸣。久之曰：“至矣。”起目，果见故里，始知公子非人。喜叩家门，母出非望，又睹美妇，方共欣慰。即回故，折公子嗣矣。松娘四姑笑，艳色闲明，声闻遐迩。后生举进士，受延安司礼，西家之任，母以道远不行。松娘举一男，名小奂，生以武，直指罢官，挂爱不得归。偶列郊野，逢一美少年，跨离居，频频瞻顾，细视，则皇甫公子也。懒佩停餐，悲喜交至，邀声去。至一春，树木浓昏，映异天日。入其家，则金瓯拂丁，宛然世竹。问妹子则嫁，岳母已亡，深乡赶到，今数别去，携妻同返，娇纳易至。鲍生子多啼而弄曰：“姐姐乱无种矣。”生拜谢攘得，笑曰：“姐夫贵矣，创口以合，未忘痛耶？”妹夫吴郎亦来夜拜，信速乃去。一日，公子有忧色，谓生曰：“天降凶殃，能相救否？”生不知何事，但锐自认。公子驱出，招一家俱入，罗拜堂上，
生大骇，即问。公子曰：“鱼非人类，虎也。今有雷霆之劫，君肯以身赴难，亦门可望生全。不然，请抱子而行，无相累，生死共生死。”乃使仗剑于门。祖曰：“雷霆轰极，勿动也。生如所交。”果见阴云骤明，昏黑如衣，回视旧居，无复汉红，唯见高冢岿然，巨穴无底。方错愕间，霹雳一声，颠簸三月，急雨狂风，老树为拔，生目眩耳聋，亦不稍动。忽于繁烟黑絮之中，见一鬼物，利喙长爪，自穴掘一人出，随烟直上，瞥睹一缕，念似交纳，乃极月离地，以剑击之，随手堕落。忽而崩雷爆裂，声扑碎壁。少间，情悸，交纳已能自苏，见僧死于旁，大哭曰：“恐狼为我而死，我何僧矣？”松娘一出，共余生归。交纳死，松娘捧其手，兄以金簪拨其齿，自乃戳其仪，以蛇肚红丸入，又接吻而喝之，红丸随气入喉，咯咯作响。疑时醒然而书，见卷口满前，恍如梦悟，于是一门团栾，惊定而喜，生以忧旷不可久居，一同悬礼，满堂交赞，唯交纳不乐。生请与吴郎聚，又虑翁媪不肯离幼子，终日亦不果。忽吴家一小奴汗流气促而至，今至延节，则吴郎家亦同日遭劫，一门俱没。交纳顿足悲伤，泣不可止，共未劝之，而同归之计遂绝。生入城勾当数日，遂连夜去庄，既归，以闲缘遇公子，很反观之。生及松娘字，始发窘。生与公子兄妹，其酒谈宴，若一家然。小患长成，貌韶秀，有狐意，出游都市，共之为狐儿也。亦使是曰：“鱼与恐生，不羡其德厌妻，而羡其德逆游也。观其容可以忘机，听其声可以解疑，得此良友，时亦谈宴，则摄受魂语，犹胜于颠倒衣上矣。”交纳完。《聊斋志异》第九篇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九篇，妖术。愚公者，少人侠，喜泉涌，力能持高壶，作旋风舞。崇祯间，殿试在都，仆役不起。患之，会试上有散卜者，能决人生死。将待问之，既至，未言。仆者曰：“君莫欲问仆病乎？”公害应之曰：“病者无害，君可为。”公乃自卜。仆者起卦，愕然曰：“君三日当死。”公惊诧良久。仆者充容曰：“鄙人有小术，报我十金，当代攘之。”公自念生死已定，术岂能解，不应而起，欲出。仆者曰：“喜此小费，勿悔，勿悔。”爱公者皆为工具，劝庆妥以哀之。公不听，疏忽自三日，公端坐履色，竟以沾之，终日无恙。自夜何户挑灯，以剑为座，一漏向镜，更无死法。意欲就诊，忽闻窗隙簌簌有声，即视之，一小人何歌入，及地则高如人。公捉剑起，即及之，飘忽未中，遂俱晓。复寻窗隙，意欲遁去，公即啄之，应手而倒，逐之则止人，以腰断矣。公不敢卧，又坐待之。于时一物穿窗入，
怪宁如鬼，才及地，及及之，断而为两，皆如动，恐其复起，又连及之，渐渐皆重，其身不软。审视则土偶，片片已碎。于是一座窗下，木柱隙中，久之，闻窗外如牛喘，有物推窗棂，房壁震摇，其势愈轻，工具复压，既不如出而斗之，遂豁然脱窘，奔而出，见一巨鬼，高与岩齐，昏月中，见其面黑如煤，眼闪烁有黄光，上无衣，下无履，手弓而腰矢，弓方骇，鬼则弯矣，弓以箭拨矢，矢堕，欲及之，则又弯矣，弓及要臂，矢贯于臂，战战有声。鬼怒甚，拔佩刀，挥如风，望弓力劈，弓挠尽，刀重停时，时力断，弓出其骨间，削鬼重怀，铿然有声。鬼亦怒，吼如雷，转身复堕，弓又伏身入，刀落，断弓裙，弓已及胁下，猛啄之，亦铿然有声。鬼扑而僵，弓乱及之，声应如唾，逐之，则一木偶，高大如人，弓矢上残腰际，刻画狰狞，见及处皆有血出，弓因秉烛带弹，方物鬼物皆仆人遣之，欲置人于死，以神其术也。次日，片告交之，与共议仆所，仆人遥见弓，瞥不可见，或曰：“皆亦行术也，全邪可破。”公如言，戒备而往。仆人又逆如前，即以全邪握力处，但见仆人头面，皆为全邪模糊，目灼灼如鬼力，乃执复有丝而杀之。亦使示曰：“常为买仆为一疵，视之讲此道而不爽于生死者几人？”普之而爽，犹不普也。且即明明告我以死其之志，将复如何？况有借人命以神其术者，岂可谓不由甚耶？妖术完。《聊斋志异》第十篇。这是 David Fan 为 Libri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十篇，成仙。文登周生与成生少共比宴，遂定为处旧交，而成贫，故终岁长一周。以尺则周为长，呼周妻以嫂，结婿登堂，如一家言。周妻生子，产后抱足，既聘王室，诚以少故，未尝请见之也。一日，王室弟来行子，宴于内寝，诚侍至，家人通白。周作命邀之，诚不入，辞去。周移席外舍，追之而还。辅座即有人白别业之仆为一载众吃者。先是黄吏部家牧庸牛妻周田以事相构，牧庸奔告主，捉仆送官，遂被斥责。周结得妻故，大怒曰：“皇家牧诸奴，何敢尔？”其先是为大夫服役，促得志，乃无人耶？弃田坑邑，愤而起，欲往寻黄。成纳而止之曰：“强梁世界，原无皂白。况今日官宰半抢寇，不操毛虎者耶？”周不听。成谏止再三，至气下，周乃止，怒中不适，转侧答旦，谓家人曰：“皇家欺我，我仇也，孤治之。”亦令为朝廷官，非世家官，
纵有互争，宜须两造。何至如苟之随叟者，我亦诚至其庸。是彼将何处分？家人悉怂恿之，既遂绝。具状复载，载立而制之。周怒，与亲载，载惭愧，因逮记之。陈后，成王访周，使之入城送礼，急奔劝止，则已在凌雨矣。顿足无所为计，时获海寇三名，载与黄陆主之，使捏舟同党，据辞深处顶衣，傍掠酷惨，诚入狱，相顾凄酸，谋寇缺。周曰：“身既重干，如鸟在笼，虽有弱弟，正足共囚犯耳。”诚锐身自任曰：“是余则也。”难而不及，乌用有也，乃行。周帝进之，则去已久矣。至都，吴门入控，相传驾将出猎，诚欲引目视中，俄驾过，伏武哀嚎，遂得准，亦送而下，驻部院审奏。十月十月余，周以乌服沦辟，愿皆欲披。大骇，伏提公宴，黄亦骇谋杀周，因路奸者，绝其食饮。帝来馈问，苦尽拒之。诚又为复怨生屈，使蒙提问，夜以饥饿不起。愿台怒，杖毙奸者。黄大怖，纳数千金，主为盈托，以是得蒙龙提免。载以王法拟留，周放归，亦肝胆诚。诚自经送祭，事情尽灰。昭周邪隐，周逆少妇，辄迂笑之。诚虽不言，而亦甚觉。别后数日不至，周使探诸其家，家人方遗妻在周所，两无所见，始疑。周心知其意。遣人踪迹之，四贯褐骨，物色待变。时以金帛苏其子。又八九年，成乎自至，黄金敞服，黯然道貌。周喜，把璧曰：“君何往？使我寻玉辨。”笑曰：“孤云野鹤，期无定所。”别后幸复完见。周命置酒，略道问阔。欲为便衣道装，成笑不语。周曰：“余哉，何弃妻奴犹必喜也？”成笑曰：“不然，人将弃余，其何人之能弃？”问所妻止，答在崂山之上清宫，继而抵足寝。孟成裸伏胸上，泣不得息，讶问何为，书不答，忽惊而悟，忽成不应。坐而所之，杳然不知所往。定疑时，始觉在城榻，骇曰：“昨不醉，何颠倒至此耶？”乃呼家人，家人火之，俨然成也。周故多姿，以手自履，则书无几境，取镜自照，讶曰：“成生在此，我何往？”已而大悟，知成以幻术招引。意欲归内，帝以其貌异，进步听前。周亦无以自明，即命仆马往寻城。数日入崂山，马行疾，仆不能及，休止数下，见与客往来甚众，内移道人慕周。周因以诚问，道士笑曰：“尔其名矣，似在上清。”言以径去。周目送之，见一室之外，又与一人语，亦不数言而去。与言者见至，乃同舍生。见周，恶曰：“数年不晤，人以君学道名山，今尚游戏人间耶？”周述其意，生惊曰：“我是遇之，而以为君也，去无几时，或当不远。”
周大义曰：“怪哉，何自己面目敌面而不知时？”蒲寻至，即驰之，竟无踪兆，一望辽阔，进退难以自主，自念无家可归，遂决意穷追，而怪险不复可疑，遂以马复蒲归，以礼自往。遥见一同独坐，趋近问成，且告已故，同自言为成弟子，待贺衣粮，岛屿俱行，兴饭露宿，绰行疏远。三日始至，又非世之所谓上清。10月中，山花满露，不类初冬。同入报客，乘机俱出，始任己行。执手入，置酒宴语，见异彩之禽，寻人不惊。生如生黄，时来名于座上，心甚异之。然尘俗念妾，无意流连。地下有蒲团二，夜雨并作，至二更后，万绿俱寂，忽似瞥人一顿，深觉与诚意味，疑之，自履汗下，则于思者如故矣。既属浩然思返，诚故留之。月三日，乃曰：“起稍寐兮，早送君行。”甫交结，文成呼曰：“行装已具矣。”遂起从之。所行殊非旧途，绝无几时，李居已在望中。乘坐后路侧，彼自归。周抢之不得，因举举至家门，叩不能应，思欲越墙，觉身飘四叶，一涕一过。凡摇数重环，十里卧室，灯烛盈然，内人未寝，浓浓与人语。视窗已窥，则妻与一厮奴同悲饮，壮甚遐谢。于是怒火如焚，即将掩直，又恐孤立难胜，遂遣身脱军而出，奔告成，窃起为助。成慨然从之，直抵内寝。周举石窝门，内张皇甚，内郁急，内壁亦坚。成拨以见，哗然顿披。周奔入，不冲户而走。成在门外，以剑击之，断其肩臂。周执妻拷讯，乃知被收时，即与仆私。周借剑绝其手，卷长停数间，乃从城出，寻途而返。蓦然忽醒，则身在卧榻，惊而言曰：“怪梦参差，使人骇惧。”成笑曰：“梦者凶以为真，真者乃以为梦。”周恶而问之，成出剑视之，见血犹存。周惊答欲绝，妾疑成仇章为患。成知其意，乃簇装送之归。荏苒至里门，乃曰：“愁兮之夜，以剑而相待者，非此处耶？吾厌见恶浊，请还待君于此。如过不不来，余自去。”周至家，门户萧索，似无居人。还入帝家，帝见兄，双泪俱堕，曰：“兄去后，到夜杀嫂，哭长去，哭惨可悼。于今官捕未获。”周如梦醒，因以情告，借勿究。帝错愕良久，周问其子，乃命老媪报至。周曰：“此襁褓物，宗序所关，帝好视之。兄欲辞人事矣。”遂起径出，帝涕泗追挽，笑行不顾。至野外，见成与俱行，遥回顾曰：“忍是最乐。”帝欲有言，成阔袖一举，即不可见，怅立遗时，痛哭而返。周帝朴拙，不善治家人生产，
居数年，家一贫，周子见长，不能言师，因自骄独。一日早至斋，见案头有函书，兼封甚固，迁题，众民起，审之为凶忌。开释，则虚无所有，只见爪甲一枚，长二指许。心怪之，以甲至檐上，初问家人所自来，并无知者。回视，则岩石灿灿，化为黄金，大惊，以是铜铁，皆然。由此大富，以千金赐程氏子。因相传两家有点金术云。成仙，完。Recorded by David Fan，2009年5月。《聊斋志异》第十一篇，这是小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，蒲松龄著，第十一篇，王成。王成，平原顾家子，姓醉兰，生涯日落，为盛破屋数间。与妻卧牛衣中，焦灼不堪。时盛夏愈热，村外故有周氏园，想与近亲围存一亭，村人多寄宿其中，王亦在焉。既晓睡着进去，红日三竿，王时起，君寻欲归。见曹记金钗遗骨，时视之，镌有细字云：“宜宾府志。”王祖为横府宜宾，家中故物多，此款式，应把钗踌躇。忽一遇来寻钗，王虽故贫，然性戒，俱出受之。遇袭，即赞甚得。曰：“钗之几何？先夫之遗则也。”问：“夫君依谁？”答云：“故一病王见之也。”王惊曰：“吾祖也，何以相遇？”玉亦惊曰：“汝即王见之之孙也？我乃狐仙，百年前与君族前权，君族末，老身遂隐，过此遗差，事入子手，非天数也。”王亦曾闻族有狐妻，信其言，便邀邻故，欲从之。王狐妻初见，复拜叙，菜色暗焉。玉叹曰：“惜王坚之孙子，乃一片至此哉。”又故拜灶无烟，曰：“嫁既若此，何以料生？”妻引细数贫状，呜咽吟泣。玉移差受父，使孤至前视迷。三日外，请父详见。王挽留之，欲曰：“如一妻不能自存活，我在养屋而居，复何必异？”遂进去。王为妻言其故，妻大怖。王送其意，使孤视之，妻诺。余三日，国至，出数金，涤粟麦各食。夜与父共短榻，父出拒之，然察其意疏全全，遂不知疑。翌日谓王曰：“孙勿惰，宜操小生业，坐食无可长也。”王告以无资，曰：“汝祖在时，今权凭所取，我已是外人，无序事务，
故未尝多取。鸡花粉直径40两，至今犹存。酒主亦无所用，可将去西夷士革，客日复都，可得微息。王从之，购无师于端以归。欲命去庄，计6-7日，可达燕都。主曰：宜请勿拦，宜急勿缓，迟之一日，悔之一晚。王敬诺。囊获旧路，中途遇鱼，一缕尽如。王生平未历风霜，委顿不堪，因暂修旅舍。不意从从彻目，言语如绳。过宿，宁亦甚。见汪来新人，见闹莫静，心未苦之。待之停舞，时渐躁。而因云复合，余又大作。信速乃行。蒋进京，传闻阁驾相贵，心窃喜。汝都解装客店，主人深习期晚。先是南道出通，隔至绝少。贝勒府购置甚急，价顿昂，较常客3倍。前一日方购足，后来者并皆失望。诸人一顾告王，王郁郁不得志。月日隔至愈多，价亦下。王已无力不肯受。迟10余日，计时耗烦多，备役又闷。主人劝令监狱，盖而他徒从之。亏资10余两，悉脱去。将作归计，其事囊中，则今王矣。今告主人，主人无所为计。或劝民官，则主人长。王叹曰：赐我数也，与主人何有？主人闻而得之，赠金5两，谓之时归。自念无一见祖母，跌堕内外，进退为谷。世见斗纯者，一读者数千，没事一纯，横百钱不值。一忽动，计囊中资，仅助犯纯，以伤主人。主人即怂恿之，且曰夹欲饮食，不取其职。王喜，遂行。购纯应丹，复入都。主人喜，贺其速寿。至夜，大雨彻树，天明，渠水如河，霖铃犹未休也。俱以待晴。连绵数日，更无休止。其事隆中，纯见死。王大惧，不知计之所出。月日，死愈多。金鱼数头，并一龙四肢。今素王亏，则一纯仅存。因告主人，不觉剃堕。主人亦未扼腕。王自度今尽王归，但欲觅死。主人劝慰之。共王视纯，审帝之曰：此事应悟，诸纯之死，未必非雌之都杀之也。君侠义无所事，今拔之，如其良也，独亦可以谋生。王如其教。既寻，主人令持向街头，独酒食。纯见甚，折营。诸人喜，以今受王，时父与子弟决毒，三战三胜。半年许，积20斤，心意味，
视淳如命。先是大亲王好淳，每之上元，则放民间把淳者入邸相决。主人谓王曰：“晋大夫一刻立志，所不可知者，在子之命矣。”因告一故，导与俱往。主曰：“拓败则丧气出耳，倘有万分一，淳斗胜，王必欲视之。君勿应，如故强之，唯余守是瞻，待守肯而后应之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至邸，则春人煎馍于池下。卿知王处御殿，左右宣言：“有愿斗者上。”即有一人把淳去而进。王命放淳，刻意放，略以腾卓，刻淳一拜。王大笑。二卿登而拜者数人。主人曰：“可以。”相将俱登。王相之曰：“谨有怒脉，此见与也，不可轻敌。”命取贴会者当之，一再腾跃，而汪淳杀于，更悬其粮，再议再败。王即命取宫中玉淳，偏石拔出，素雨如露，神俊不凡。王成意馁，跪而求罢，曰：“大王之淳，神物也，恐上无秦，丧无业矣。”王笑曰：“纵之，驼斗而死，当后而长。”臣乃纵之。玉淳直奔之，而玉淳方来，则复如怒鸡一待之。玉淳见着，则妻如相贺以击之，进退斜行，相持约一伏时，玉淳见泄，而其怒亦烈，其斗亦急。未几，血毛摧落，垂翅而逃。官至千人，王不探见。王乃索去而亲拔之，自会至爪，神州已过，问成曰：“淳可获否？”答云：“小人无恒产，与相依为命，不愿受也。”王曰：“此而重直，众人之谗可治，颇怨之乎？”臣抚思良久曰：“本不乐治，故大王既爱好之，苟是小人得意始业，又何求？”王亲问直，答以千金。王笑曰：“赤男子，赐何珍宝而千金直也？”臣曰：“大王不以为宝，臣以为连城之璧不过也。”王曰：“如何？”曰：“小人把相事缠，日得数金，一生斗粟，一家食与食之，无动内忧，是何宝入之？”王言：“余不相亏，便与200金。”臣摇手。又怎百数？臣目视主人，主人色不动，乃曰：“臣大王命，请减百价。”王曰：“休矣，谁肯你900亿以淳者？”臣囊淳欲行，王护曰：“淳人来，淳人来。十给600，肯子受，否则已耳。”臣又目主人，主人仍自诺。臣心愿盈溢，唯恐失时，曰：“以辞数受，心实样样，但教而不成，则获利自大。”无疑，
即如王命。王喜，即乘赴之，乘囊金，拜赐而出。诸人对曰：“卧言如何？子乃即自欲也。再稍近之，800金在掌中矣。”臣归，执金案上，经诸人自取之，诸人不受。又故让之，乃盘髻泛直而受之。王置庄归，指家立树所为，出金相庆。欲命置良田300亩，其物作器，俱然世家。欲凿其，时成都耕，复都之，稍堕者喝之。夫妇相安，不敢有怨辞。过3年，家亦复，欲辞欲去。夫妇共玩之，至气下，欲亦遂止。须旦后之，亦摇矣。一时事曰：“父皆得于秦，次独得于堕，亦疮文也。不知一品彻骨，而志性不移，此天所以食弃之而重怜之也。览中齐国有富贵乎哉？”王成完。《聊斋志异》第11篇，这是指那为 LibriVox.org 所录制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11篇，画皮。太原王生早行，遇一女郎，抱仆独奔，甚坚于步，急走趁之，乃二八书吏，心相爱乐，问何素夜踽踽独行。女曰：“行道之人，不能解愁忧，何劳相问？”生曰：“卿何愁忧？或可效力不辞也。”女黯然曰：“父母贪禄，欲窃朱门，敌妒甚，招力而悉除辱之，所服堪也，将远遁耳。”问何之？曰：“在王之人，乌有定所。”生言：“壁炉不远，即凡忘故。”女喜从之，身带鞋仆物，导与同归。女故事无人，问君何无家口？答云：“斋耳。”女曰：“此所良家，如怜妾而活之，须秘密勿泄。”生诺之，乃与请和。使匿密室过数日而人不知也。生微告妻，妻臣疑为大家应妾，劝遣之，生不听。偶逝世，遇一道士，故生而恶，问何所欲，答言无知。道士曰：“君身邪气萦绕，何言无？”生又立白，道士乃去，曰：“祸哉，是故有死将临而不悟者。”深以其言意，颇疑女。转思明明利人，何至为妖？亦道士借掩瓤以猎食者。无何，至斋门，门内度不得入，心已所作，乃遇鬼坦，则室门已闭，蹑足而窗窥之，见一凝鬼，面翠色，齿潺潺如锯，铺人皮于榻上，执彩笔而绘之，以而制笔，举皮如振衣状，披于身，遂化为女子。读此状，大惧，受服而出，急追道士，不知所往，便即之，欲于野，长跪求救，请遣除之。道士曰：“此物亦良苦，甫能觅带者，余亦不忍伤其身。”乃以银斧受身，令挂寝门，
临别约会于清帝庙，深闺不敢入斋，乃请内侍悬浮烟一根许，闻门外急急有声，自不敢愧，使妻愧之。但见女子来，望夫子不敢进，立而切齿，良久乃去。少时复来，骂曰：“道士贺我，终不然，您入口而吐之也。”取符碎之，坏寝门而入，进登深床，裂身腹，居身心而去。七毫，必入竹枝，身已死，腔血狼藉。陈骇涕不敢生。明日，使第二郎奔告道士，道士怒曰：“我故怜之，鬼子乃敢耳。”即从深地来，女子已失所在，继而仰首四望，曰：“幸遁未远。”问南院谁家，二郎曰：“小生所舍也。”道士曰：“现在君所。”二郎愕然，以为未有。道士问曰：“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？”答曰：“仆早伏清帝庙，良不知，当归问之。”去少请而返，曰：“国有之，臣兼一遇来，遇庸为仆家操作，世人只知尚在也。”道士曰：“即是勿矣。”遂与俱往。赵牧见立停心，呼曰：“孽鬼，常我福子来。”欲在世，慌惧无色，出门欲遁，道士逐击之。玉仆人皮哗然而脱，化为厉鬼，卧嚎如猪。道士以木剑削其手，身变作浓烟，扎地作堆。道士出一葫芦，拔其塞，置烟中，流流然如口吸气，瞬息烟尽。道士塞口入囊，共视人皮，眉目手足无不畏惧。道士卷之，如卷化轴身，一囊之，乃别欲去。陈氏拜迎于门，哭求回身之法，道士谢不能，陈一杯伏地不起。道士沉思曰：“我数浅，陈不能起死，我只一人或能知。”问何人，曰：“世上有疯者，食卧粪土中，是寇而哀之，倘狂入夫人，夫人勿怒也。”二郎一席知之，乃别道士，与扫俱往。见乞人颠戈道上，鼻涕三尺，遂不可近。臣西行而前，乞人笑曰：“家人爱我乎？”臣告已故，又大笑曰：“人尽夫也，活之何为？”臣故哀之，乃曰：“义哉，人死而起活于我，我阎罗耶？”怒以杖击臣，臣忍痛受之。世人见疾如堵，乞人卡弹唾饮把，举向臣吻曰：“食之。”臣红胀于面，有难色，即思道人之主，遂强淡咽，绝入喉中，硬如团絮，格格而下，停结胸间。乞人大笑曰：“家人爱我哉。”遂起行已不顾，委之入于庙中，破而求之，不知所在，前后明搜，殊无端照，残恨而归。既道夫亡之惨，又悔时错之羞，俯仰哀啼，但愿即死。方欲斩雪莲师，家人助望，无敢近者。臣抱尸收藏，且离且哭，哭及深思，顿欲呕，觉阁中结物，突奔而出，不及回首，已落腔中。今而视之，乃人心也，在腔中突突游跃，热气腾蒸如烟燃。大意之，即以两手合腔，极力抱己，少泄，则气氤氲自缝中出，乃裂柳帛及束之，以手抚尸，渐温，
复以清愁。中夜起事，有鼻息矣。天明尽活，为言恍惚如梦，但觉复隐痛耳。事破处，佳节如前，寻欲。一时是曰：愚哉世人，明明邀也而以为美，迷哉于人，明明中也而以为妄。然爱人之色而愚之，期亦将识人之唾而甘之矣。天道好还，但愚而迷者不悟耳，哀哉。聊斋志异第十一篇画皮完。由指纳于2008年10月11日录音。聊斋志异第十三篇，这是 David Fan 为 Libri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十三篇《古儿》。楚某翁，古于外，复独居，梦与人交，醒而门之，小丈夫也。察其情，与人意，知为狐，未己，下床去，门未开而已是矣。入目，腰袍袄半焉，有子十岁，素别榻卧，亦朝与聚。夜既深，袄儿皆寐。狐复来，复喃喃如梦语，袄觉，呼之，狐遂去。自是，身忽忽若有无，至夜不敢息烛，借子睡勿熟。夜阑，儿及袄以避烧寐。既醒，失父，一妻出疑，久待不至，始疑。袄惧，不敢往觅，而执火便烛之。至他室，则母裸卧其中，尽服之亦不休缩，自是随狂，歌哭叫唳，日万状。夜宴与人居，别榻寝儿，袄亦遣去，而每闻母笑语，折其火之，母反怒呵儿，儿亦不为意，因共状而胆。然嬉戏无节，日笑目亏者，以砖石叠窗上，只之不听，或去其一时，则滚地作交啼，人无敢弃触之。过数日，两窗尽色，无烧明，以乃何泥涂壁孔。终日盈盈，不担妻劳，徒以无所作，遂把厨刀霍霍磨之，见者皆赠其玩，不以人耻。而萧芬引刀于怀，以瓢覆灯，四母一语，即起灯，杜门声喊，久之无益，乃离门扬言，诈作欲搜状，须有一物，如离。突奔门隙，即击之，仅断其尾，约二寸许，失血犹滴。出，挑灯起，母便诟骂，而若弗闻，击之不中，懊恨而寝，自念虽不及路，可以幸其不来。即明，是血迹于环而去，继之入何氏园中，至夜果绝，而窃喜。但母痴卧如死，未及古人归，旧榻问讯，妇女谩骂，视若仇，而以状对。翁惊，言医药之，复泻药诟骂，前以药入汤水杂饮之，数日渐安，父子俱喜。一夜睡醒，失父所在，父子又觅得于别室，由是复颠。不欲与夫同室处，向西径奔他室，晚之骂亦甚，翁无策，进军他非，复奔去，则门自披，翁唤之，屈攘备至，殊无稍厌。而薄暮潜入何氏园，伏莽中，将以探狐所在，月初生，乍闻人语。
暗波朋科见二人来饮，一长列奴捧壶，一老纵色，语句细引，不甚可辨。疑时闻一人曰：“明日可取白酒一锡瓦来。”请之俱去，唯长列独留，脱衣卧庭石上，审顾之，四肢皆如人，但尾垂后部，而欲归，恐胡绝，遂终夜伏。未明，又闻二人以次复来，浓浓入竹丛中，而乃归，翁问所往，答：宿阿伯家。侍从复入室，见貌似挂狐尾，启翁视之，翁不顾，而牵复衣，交郭之。翁不忍过服，视焉，复贸易禅中，而戏弄其侧，趁复他故，到前去沽白酒，祭四郎，有旧事成居，宿夜猎，而奔其家，救他出。尽解母疾，答云：“连朝稍渴，又以耗子啮衣，怒啼不解，故遣我起列药耳。尽简毒，出钱许，果腹而少之。尽欲作汤饼蛋而趋势无人，自发药果，妾迎居而怀之，乃驱告尽，必勿举火。”复待侍中不遑食也，遂进出，饮以药至酒中，遨游世上，抵暮方归。复问所在，托在旧家，而自是日游禅寺间。一日见长猎人一杂愁中，而审之却，因辍戏之，见于雨，结其居里，答曰：“北村。”亦寻而为云。山洞，长猎怪其洞居，而笑曰：“我世居洞府，君故否耶？”其人亦惊，便皆姓氏，而曰：“我胡氏子，曾在何处见君从两郎，故忘之耶？”其人熟审之，若信若疑，而微起下伤，稍稍露其甲尾，曰：“我被混迹人中，但此物犹存，唯可恨耳。”其人问：“在世欲何作？”而曰：“复遣我孤。”其人亦以孤告，而问：“孤谓？”曰：“五柴多贫，故常妾食多。”而曰：“此亦亦良苦，担惊忧。”其人曰：“受主人遣，不得不耳。”因问：“主人依谁？”曰：“吉囊所见两郎兄弟也，一思北郭王氏父，一宿东村某翁家。翁家而大恶，被斩尾，十日始抽，今父亡矣。言已，欲别，曰：‘勿误我事。’而曰：‘妾之难，不若孤之意。我先孤寄廊下，竟以相赠。我囊中尚有余钱，不愁孤也。’”其人愧无以报，而曰：“我本同类，何尽些虚？暇时尚当与君痛饮耳。”遂与俱去，取酒受之，乃归。至夜，母敬安寝，不复奔，心知有意，告父同往验之，则两狐毙于庭上，一狐死于草中，喙金金尚有血出。酒瓶犹在，持而摇之，未尽也。复惊问：“何不早告？”曰：“此物最灵，一泄则彼知之。”翁喜曰：“我儿，讨狐之陈平也。”于是父子贺狐归，见一狐突尾，刀痕俨然，自是遂安，而父及殊甚，心渐明了。但一只叟偶谈则数声，寻欲。北郭王氏父向遂于狐，致事问之，则狐绝而病亦愈。翁由此其儿，交之其舍，后贵至总荣。古儿完。Recorded by David Fan.
2009年5月。《聊斋志异》第十四篇，这是 David Fan 为 Libri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十四篇，陆判。羚羊朱尔旦，字小明，性豪放，人素钝，学虽笃，尚未知名。一日，文涉众饮，或戏之云：“君有豪名，能深夜赴十王殿，复得左郎判官来，众当俱作言。盖羚羊有十王殿，神鬼皆以木雕装饰如生。东吴有立判，绿面赤须，貌犹狞恶，或夜闻两郎考训声，入者毛皆森树。”故众以此难诛，诛笑起，径去。居无何，门外大呼曰：“我请冉宗师治矣。”众皆起，额复判入，至机上，奉觞泪之三。众睹之，瑟缩不安于坐，仍请复去。诸又把酒灌地，祝曰：“门生狂率不闻，大宗师量不为怪。荒舍飞摇，何趁性来密饮？性勿为枕齐，乃复之去。次日，众果招饮，抵目半醉而归。性未阑，挑灯独酌，忽有人牵连入，视之，则判官也。朱启曰：‘义吾待将死矣，前夕冒毒，今来家府治耶？’”判启浓染微笑曰：“非也，昨蒙高义相定，夜偶暇，竟见达人之约。”朱大悦，牵衣促坐，自起敌气若火。判曰：“天道温和，可以冷饮。”朱如命，置瓶案上，奔告家人至摇果，妻闻大骇，借勿出。朱不听，立似字句已出，置盏交愁，使寻姓氏，曰：“我陆姓，无名字。”与谈古典，应答如响。问：“知志异否？”曰：“言痴亦颇辨之，因思诵读，与杨氏略同。陆豪饮，一举十功。”朱因静日饮，遂不觉玉山倾推，伏击熏睡，彼醒则残烛昏黄，鬼客已去。自是三两日折一来，情意洽，使抵足卧。朱献疮稿，陆折红乐之，都言不佳。一夜，朱醉，先寝，陆犹自酌。忽醉梦中，觉腹脏微痛，醒而视之，则陆微坐床前，破腔出肠胃，迢迢整理，恶曰：“素无仇怨，何以见杀？”陆笑云：“勿惧，我为君亦会心耳，从容纳常矣，复何之？”莫以裹足布束诸腰，作用毕，视榻上亦无血迹，腹间觉稍麻木，见陆置肉块机上，问之，曰：“此君心也，作文不快，知君之毛窍色耳。是在民间，于千万心中，捡得佳者一枚，为君一之，留此以补缺数。”乃起掩飞去。天明解释，则窗缝已合，有现而赤者存焉。自是文思大进，过眼不忘。数日，又出文试录，录曰：“可以，但君福薄，不能大显贵，相苛而已。”问：“何时？”曰：“今岁必魁，未己科氏冠军。秋为果种精元，同舍生素揶揄之，即见为末，相视而惊。细寻始知其意，共求诸仙容，愿纳交录。
禄诺之，众大赦以待之。庚初，禄至，赤染生动，目炯炯如电，众茫乎无色，齿欲相讥，见隐去。诸乃携禄归隐，既勋。诸曰：“兼长乏味，受赐已多，尚有一事欲相烦，不知可否？”禄便请命。诸曰：“心肠可易，面目想亦可易。”山精于结发人，下体颇亦不恶，但头面不甚佳丽，尚欲烦君刀斧，如何？禄笑曰：“诺。”容徐图之。过数日，半夜前来叩关，诸即起言入，逐之，见金礼一物，结之，曰：“君囊所主，向南物色，是得一美人手，竟报君命。”诸波士净血犹湿，禄力促急入，勿惊秦犬。诸律门户夜惊，禄至，一手推飞，飞自披。引至卧室，见夫人侧身眠，禄以头受诸抱之，自于靴中出白刃如匕首，按夫人相，着力如切斧状，迎刃而解，手落枕畔，急于生怀，取美人头合向上，详审端正，而后按捺，已而以枕塞肩际，命诸一手净锁，乃去。诸妻醒，觉颈肩微麻，面颊甲错，搓之得血片，甚骇，忽臂疾患，臂见面血狼藉，惊觉，灼之，盆水尽赤，举手则面目全非，又骇疾。夫人引镜自照，错愕不能自解。诸入告之，因反复细视，则长眉眼鬓，笑靥承欢，画中人也。结领验之，有红线一周，上下肉色，判然而异。先是吴氏玉有女甚美，未嫁而丧二夫，故十九犹未教也。上原由十王殿，时游人甚杂，内有无赖贼窥而验之，遂因访居里，乘夜梯入，血寝门，杀一婢于床下，逼女语淫，女力拒声喊，贼怒，亦杀之。吴夫人微闻闹声，忽避往事，见尸骇绝，举家尽起，停尸堂上，置手相册，一门提壕，分腾中夜。结旦起亲，则身在而失其手，便踏侍女，为所守不克，置葬犬妇。侍御告郡，郡沿线捕贼。三月而罪人福德，见有以朱家之意闻无功者，无疑之，前偶探诸其家，入见夫人，害走以告无功，公侍女尸故存，惊疑无以自觉，猜诸以左道杀女，枉劫诸。诸曰：“世人梦忆其手，实不解其何故，为仆杀之，则冤也。吾不信，送之。”收家人居之，亦如诸言，郡守不能决。诸归，求计于禄。禄曰：“不难，当使医女自言之。”吾夜梦女曰：“儿为苏西杨大年所贼。”吾于诸孝廉，彼不厌于其妻。禄判官取儿头，与之议之，是儿身死而头生也，愿勿相仇。醒告夫人所梦同，乃言于官，问之果有杨大年，直而谢之，遂服其罪。吾乃一诸请见夫人，由此为翁婿，乃以诸妻首和女尸而葬焉。诸三入礼为，皆以常规备放，于是灰心事尽，积三十年，一夕。禄告曰：“君寿不永矣。”问其妻，对以五日，能相救否？曰：“为天所命，人何能思？妾自达人观之，生死一耳，何必生之为乐，死之为悲？”诸以为然，即置衣轻冠尊，
寂静胜福而没。翌日夫人方服旧哭，诸呼冉冉自外至。夫人惧，诸曰：“我成鬼，不亦生时，虑尔寡母孤儿，书恋恋尔。”夫人大痛，涕垂缨，诸一一未解之。夫人曰：“古有还魂之说，君既有灵，何不再生？”诸曰：“天数不可违也。”问：“在阴司作何物？”曰：“路畔见我都暗物，受有官爵，亦无所苦。”夫人欲再语，诸曰：“陆公与我同来，可设酒馔。”促而出。夫人依言迎备，但闻室中笑饮，亮气高升，宛若生前。半夜窥之，杳然已逝。自是三数日折一来，时而留宿前卷，家中事就变经济。子伟方五岁，来折桌报，至七八岁则灯下交读。子亦会，九岁能文，十五入异乡，竟不知无父也。从此来见书，日月至焉而已。又一夕来，谓夫人曰：“今与卿永绝矣。”问：“何往？”曰：“承帝命为太华卿，行将远赴，事繁图阁，故不能来。”母子持之哭，曰：“勿尔，尔已成立，家计尚可存活，岂有百岁不拆之鸾凤耶？”故子曰：“好为人，勿堕父业，十年后亦相见耳。”径出门去，于是遂绝。后为二十五，举进士，官行人，奉命祭西岳，道经华阴，忽有余从余宝持冲鲁布，讶之，审视车中人，其父也。下马哭伏道左，父停于曰：“官生好，我目明矣。”委伏不起，诸促于行，火持不顾，去数步，回望，解佩刀赠人持赠，遥语曰：“佩之当贵。”委欲追从，见于马人从，飘忽若风，瞬息不见，痛恨良久，抽刀视之，至极惊弓，捐字一行曰：“胆欲大而心欲小，志欲圆而行欲方。”委后官至司马，生五子，曰沉，曰潜，曰密，曰浑，曰深。一夕梦父曰：“佩刀一赠浑也。”从之，浑视为总献，有正声。亦使是曰：“断鹤续福，矫作者望，梨花皆木，创始者齐。而况家凿削于棺葬，失刀锥于颈项者哉？陆公者，可谓吃皮果岩谷矣。铭记至今，为岁不远，陵阳陆公犹存乎？尚有陵焉否也？未知执鞭，所心慕焉。”陆判完。Recorded by David Fan, 2009年5月。聊斋志异第十五篇，这是 David Fan 为 Libri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聊斋志异蒲松龄著第十五篇婴宁。王子服，举之罗甸人，早孤，绝会，十四入畔，母最爱之，寻常不令由交也。聘萧氏，未嫁而夭，故求皇位就也。会上元，有旧世子无生，邀童跳主，方至村外，旧家有仆来，朝无去。生见有女如云，趁兴独翱，有女郎携婢，捻梅花一枝，荣华绝代，笑容可掬，生注目不移，竟忘顾忌。女过去数舞，故婢曰：“各儿郎目灼灼似贼。”
移花地上，笑语自去，生石花怅然，神魂丧失，样样遂返。至家，藏花枕底，垂头而睡，不语亦不食。母忧之，教攘亦惧，肌革锐减，医师诊视，头迹发表，呼呼若迷。母抚问所由，默然不答，是无声来。主密结之，吾至榻前，生见之泪下，吾就榻未解，见至言结，生俱吐其实，切求谋划。吾笑曰：“君亦亦复痴，此愿有何难遂？当待访之，徒步于野，必非世家。如期未自是故邪矣。不然，拼以众禄，既必陨碎。但得全抽，成事在我。生闻之，不觉解衣，无出告母，物色女子居里，而探访既穷，并无踪续。母大忧，无所为计。然自吾去后，言顿开，时亦略尽，数日无复来。生问所谋，吾待之曰：已得之矣。我以为谁何人？乃我姑氏女，及君姨妹行，今上待聘，随内妻有婚姻之嫌，实告之，无不谐者。生喜意美语，问居何里？吾鬼曰：西南山中，去此可30余里。生又父主在寺，吾瑞身自任而去。生由此饮食渐佳，日就平复。探视枕底，花随枯，未便凋落。凝思把玩，如见其人。怪吾不至，折简招之。吾知托不肯复召，生恚怒，意义不欢。母虑妻复病，即为一因。略与商榷，则摇首不愿，为日盼吾，无气无号，亦怨恨之。转思30里非遥，何必仰惜他人？怀眉袖中，负气自往，而家人不知也。伶仃独步，无可问成，但望南山行去，约30余里，乱山河踏，空翠爽机，既无人行，只有鸟道。遥望谷底，丛花乱树中，隐隐有小李落。下山入村，见舍与无多，皆茅屋，而亦甚修雅。北向一家，门前皆丝柳，墙内桃杏犹繁，见已修竹，野鸟隔折其中，一其园庭不敢聚入。回顾对户，有巨石华节，因巨作烧气，俄闻墙内有女子，常呼小荣，其声娇细，方助听间，一女郎由东而西，执杏花一朵，俯首自簪，举头见生，遂不复簪，含笑拈花而入。审视之，即上元途中所遇也。心骤喜，但念无以接近，欲乎一世，故从无还往，具有讹物。门内无人可问，坐卧徘徊，自朝至于日昃，盈盈望断，并望饥渴。时见女子露半面来窥，似亚妻不去者。忽一老媪扶杖出，故声曰：何处郎君？闻自陈客便来，以至于今，亦将何为？得无饥耶？生即起衣之，答云：将以盼亲。媪龙愧不闻，又大言之，乃问：贵妻何姓？生不能答。媪笑曰：奇哉，姓名尚自不知，何亲可叹？我是郎君，
以疏痴耳，不如从我来。但以粗力，家有短榻可卧，待明朝归，寻之姓氏，再来探访，不晚也。生方腹内思旦，又从此见尽丽人，大喜，从袄入，见门内白石砌路，夹道红花，片片堕阶上，曲折而息，又起一观，豆蓬花架满庭中，宿客入舍，粉壁光明如镜，窗外海棠枝朵，探入室中，阴极积榻，枉不竭泽。甫坐，即有人自窗外隐约相窥，傲唤小荣，可速坐署。外有婢子叫声而应，坐次俱斩棕髮。偶曰：“郎君外祖，莫姓吴否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偶惊曰：“是吾生也，尊堂，我妹子，年来已嫁俱贫，又无三尺男。”遂至因问梗塞。生长成如许，尚不相识。生曰：“此来即为宜也。”从句遂忘姓氏。偶曰：“老身勤行，并无淡欲，若惜仅存，以为庶产，娶母改教，以我居养，颇以不顿，但少教训，惜不知愁。少请使来拜食。”未及，婢子俱饭，厨尾盈卧。偶劝餐已，婢来敛具。偶曰：“唤宁姑来。”婢应去。良久，闻户外隐有笑声。偶又唤曰：“英宁，汝姨兄在此。”户外痴痴笑不已。必推之以入，有掩其口，笑不可遏。偶嗔目曰：“有客在，咋咋哧哧，是何景象？”女忍笑而立，生依之。偶曰：“此王郎，汝姨子，一家尚不相识，可笑人也。”生问：“妹子年几何宜？”偶未能解，生又言之。女复笑不可仰视。偶未生曰：“我言少教诲，此可见矣。年已16，呆痴才如婴儿。”生曰：“小余生1岁。”曰：“阿生已17矣，得非耕牛熟马者也。”生首应之，又问：“生父阿谁？”答云：“吾之。”曰：“儒生才貌，何17岁犹未聘？英宁亦无孤家，极相匹敌，系有内亲之嫌。”生无语，目助英宁，不遑他顺。必向女小语云：“目灼灼，贼腔未改。”女又大笑，故必曰：“是必逃开位。”俱起，以袖掩口。细碎连步而出，至门外，笑声始纵。偶一起，唤婢抚背，为生安置，曰：“阿生来不易，宜留3-5日，迟迟送汝归。汝嫌忧闷，舍后有小园，可供消遣，有书可读。”次日至社后，果有园半亩，细草铺毡，杨花散净，有草舍3营，花木四合其所。穿花小步，闻树头簌簌有声。仰视，则英宁在上，见生来，狂笑欲堕。生曰：“吾儿堕矣。”女窃吓窃笑，不能自止，方将及笛失手而堕。笑乃止，生服之，因尊7万。女笑又坐，以数不能行。良久乃罢，生四七笑歇，乃出袖中花试之。女皆之曰：“哭矣，何留之？”曰：“此上元妹子所遗，故存之。”问：“存之何意？”曰：“
已是相爱不忘也。自上元相遇，凝思成疾，自分化为异物，不图得见颜色，性垂怜悯。女曰：“此大戏事，至期，何所近兮？待郎行时，园中花，当唤老奴来，折一巨捆复送之。”生曰：“妹子痴焉，何便是痴？”曰：“我非爱花，爱拈花之人耳。”女曰：“家福之情，爱何代言？”生曰：“我所谓爱，非瓜葛之爱，乃夫妻之爱。”女曰：“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夜共枕席耳。”女抚思良久，曰：“我不惯与生人睡。”女未已，必遣至。生惶恐遁去。稍时会母所，母问何往，女答以园中共话。敖曰：“饭熟已久，有何长言？周遮乃耳。”女曰：“大哥欲我共寝。”言未已，生大窘，及目瞪之，女微笑而止。幸敖不闻，犹絮絮纠结。生即以他词掩之，因小女则女。女曰：“是此语不应说耶？”生曰：“此背人语。”女曰：“背他人岂得背老母？借寝处一尝试，何会之？”生恨其痴，无数可以悟之。十方镜家中人捉双卫来寻生，先是母带生久不归，始疑村中搜觅几遍，竟无踪照，因往寻吴。吴亦囊言，因教于西南山村行觅，凡历数村，始至于此。生出门，事相直，便入告敖，妾请携女同归。敖喜曰：“我有志匪夷朝夕，但残躯不能远涉，得生携妹子去，时任阿姨大好。”忽应宁，宁笑之。敖曰：“又何喜？笑者不辍，若不笑，当为全人。”因怒之以目，乃曰：“大哥欲同汝去，可便装束。”又想家人久失，使送之出曰：“宜嫁田产丰裕，能养容人。道别切勿归，小学失礼，亦好事翁姑。即凡阿姨为汝择一良匹。”二人遂发，至山坳回顾，有依稀见敖倚门北望也。底家母笃书立，惊问为谁？生以疑女对。母曰：“前无郎与儿言者，诈也。我未有子，何以得生？”问女。女曰：“我非母出，父为秦氏，没时而在堡中，不能记忆。”母曰：“我一子是秦始良缺，然储血已久，哪得复存？”因审结面庞，治坠，一一复合。又疑曰：“是也，然亡已多年，何得复存？”一缕间无声至，女必入室。吾寻得故，惘然久之，呼曰：“此女名婴宁焉。”生然之。吾即称怪事，问所自知。吾曰：“秦家姑去世后，姑丈官居，遂于胡，病即死。胡生女名婴宁，崩卧床上，家人皆见之。姑丈没，胡由时来。后求天师福年庇坚，胡遂携女去，将无此耶？彼此宜餐。”但闻室中痴痴皆嘤咛笑声。母曰：“此女亦太憨生。”吾请面之。母入室，女犹浓笑不顾。母促令出，使及立忍笑，又面壁移石方出。
才一斩败，幡然俱入，放声大笑，满室妇女为之灿然。吾请往参妻驿，就便知科。寻至村所，庐舍全无，山花零落而已。吾亦孤葬处，仿佛不远。然焚笼烟没，莫可辨识，诧叹而返。母疑妻为鬼，入告无言。女略无害意，又吊妻无家，亦书无悲意，滋滋憨笑而已。众莫之策。母令与少女同寝止，妹爽即来醒问。操女红精巧绝伦，但善笑，尽之亦不可止。然笑处嫣然，狂而不损妻妹，人皆悦之。邻女少妇争承迎之，母则即将谓何锦，而终恐为鬼物，妾于日中窥之，形影殊无稍异。至日，使华妆行新妇礼，女笑极不能抚养，遂罢。生以妻憨痴，恐漏泄房中隐事，而女书秘密，不肯道一语。每值母忧怒，女至一笑即解。奴婢小过，恐遭鞭处，则求义母共化，罪必投见，恒得免。而爱花成癖，物色便妻党，窃点金钗购家种，数月皆弃翻混，无非花者。庭后有木箱一架，故临溪家。女每攀登妻上，斋供簪丸，母时遇见，则喝之，女逐不改。一日，西人子见之，凝住倾倒，女不避而笑。西人子为女亦已属，心亦荡，女指墙底笑而下。西人子为事约处，大悦，即婚而往。女果再言，旧而淫之，则因如锥刺，痛彻于心，大吼而搏。细事非女，则亦枯木卧墙边，所皆乃水林峭也。林父闻声，急奔言问，深而不言。妻来，时以实告。若火烛峭，见中有巨蝎，如小蟹然。翁遂目捉杀之。父子至家，半夜寻租，邻人送生，兼发英宁妖异，一载素养生财。忍知妻笃行事，为邻翁送屋，将杖责之，生未其免，遂逝而出。母谓女曰：“憨狂尔尔，早知过喜而弗忧也，亦令神明幸不千累，舍糊涂官宅，必逮妇女至公堂。我儿何言见妻礼？”女正色，始不复笑。母曰：“人往不孝，但须有时。”儿女由是竟不复孝，随故斗亦终不孝，然近日未尝有妻容。一夕对生灵体意志，女哽咽曰：“囊已相从日浅，言之恐致害怪。今日察孤及郎，皆过爱，无有异心，直告或无妨乎？妾本胡产，母临去，以妾托鬼母，相依十余年，时有今日。妾又无兄弟，所侍者为君，老母曾记山阿，无人怜而何错之？九泉辄为道恨，君倘不惜烦费，使地下人消此怨痛，恕养女者不忍逆气。”生诺之，然绿坟冢迷于荒草，女淡言无虑。客日，夫妻于趁而往，女于荒烟错处中只是暮处，果得老师，夫隔幽存。女抚哭哀痛于归，寻秦氏墓合葬焉。是夜，生梦袄来称谢，物而束之。女曰：“妾夜见之，主勿惊郎君耳。”生恨不腰流。女曰：“彼鬼也，生人多，阳气盛，何能久居？”生问小荣，
曰：“是亦乎，罪瑕！胡母留以侍妾，每射耳相补，故得之常不去心。昨问母，云以嫁之。”由是岁值寒食，夫妻登秦墓，拜扫无缺。女欲年生一子，在怀抱中不畏生人，见人则笑，亦大有母风云。一时是曰：“观妻滋滋憨笑，似全无心肝者，而墙下恶作剧，妻侠熟甚焉。指妻恋鬼母，反笑为哭，我应宁待隐于笑者矣。妾闻山中有草，名笑矣乎？嗅之则笑不可止。房中只此一株，则何欢忘忧，并无颜色矣。若结与花，正嫌妻作态耳。”英宁完。Recorded by David Fan, May 2009.《聊斋志异》第十六篇，这是 David Fan 为 Libri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十六篇，聂小倩。宁采臣，这人性康爽，廉于自重，每对人言，生平无二色。是父金华，至北郭，卸妆兰若，寺中殿塔壮丽，然蓬蒿莫人，似绝行踪。东西僧舍，双飞虚掩，为南一小舍，军舰如新。又固殿东隅，修竹拱把，阶下有巨池，野藕已花，亦甚悦其幽杳。会学史暗林，成舍架昂，思辨留止，遂散步以待僧归。日暮，有士人来，起南飞，宁屈为礼，且告以意。士人曰：“此间无房主，仆役侨居，能干荒落，但晚会教，幸甚。”宁喜，借稿带床，织板作屐，为酒客计。是夜月明高洁，清光似水，二人促膝殿廊，各展兴字。世人自言：“燕姓，字赤霞。”宁疑为富士诸生，而听其音声，殊不类这，皆知自言秦人，语甚朴诚，继而相对辞节，遂拱别归寝。宁以新居，久不成寐，闻舍北茸茸，如有家口，岂伏北壁石窗下，微窥之，见短墙外一小院落，有妇可四十余，又一媪一妃，插蓬榻，台被笼中，偶与月下。妇曰：“小倩何久不来？”媪云：“待好至矣。”妇曰：“将无相牢牢，有怨言否？”曰：“不闻，但意思促促。”妇曰：“婢子不以好相识。”言未已，有一十七八女子来，仿佛厌绝。媪笑曰：“背地不言人，我两个正谈到，小妖婢敲来无迹响，幸不赠着短处。”又曰：“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，这么老身是男子，也被摄魂去。”女曰：“老老不相遇，更阿谁道好？”妇人女子又不知何言。宁忆其邻人倦口，寝不复听。又许时，始寂无声。方将睡去，觉有人至寝所，及其审顾，则北院女子也。惊问之，女笑曰：“月夜不寐，愿休焉好。”宁正容曰：“清房勿议，我为人焉。
略已失足，廉耻道丧。女云：业无知者，宁又多知。女君寻若复有辞，宁斥速去，不然当乎难舍生之。女惧乃退，至户外复返，以黄金一锭置褥上。宁多至停迟，曰：非义之物，乌武囊驼。女残出，石金自言曰：此汉当是铁石。结旦有兰溪生携一仆来后室，欲于东乡，至夜暴亡，足心有小孔，如锥刺者，细细有血出，巨莫之故。经朽，一仆死，正亦如之。向晚，燕生归，宁治之，燕以为媚，宁素抗之，颇不在意。萧芬女子复至，谓宁曰：妾越人多矣，未有刚肠如君者。君诚圣贤，妾不敢欺。小倩性蹑矢，十八腰粗，脏四侧，则被妖物威胁，利益见物，舔言向人，实非所悦。今寺中无可杀者，恐当一夜差来。宁害求计。女曰：与燕生同室可免。问：何不获燕生？曰：彼其人也，不敢进。问：迷人若何？曰：侠逆我者，引以锥刺其足，彼急忙若迷，因射血以供妖引，又或以金，非金也，乃罗刹鬼骨，留之能摄取人心肝，二者凡以投十号也，宁感谢。问戒备之期，答以明宵。临别泣曰：妾堕玄海，求案不得，郎君意气甘云，必能拔生救苦。倘肯囊妾朽骨，归葬安宅，不斥再造。宁毅然诺之。因问葬处，曰：但既取白杨之上，有乌巢者是也。言已出门，纷然而灭。明日恐烟他出，早已邀至。陈后据酒馔，留意茶烟，既曰同宿，此以性痞单计。宁不听，强胁卧具来，焉不得已，一踏从之。主曰：仆之足下丈夫，清风凉妾，要有危中难以拒白，幸勿翻亏妾服，为之两句不利。宁谨受教，继而各寝。焉以相妾至窗上，就枕一时，齁如雷吼。宁不能寐，近一更许，窗外隐隐有人影，俄而近窗来窥，目光闪闪。宁惧，方欲呼焉，忽有物猎窃而出，药若匹练，触舌窗上石灵，虚然一射，急剧敛入，宛如电灭。焉觉而起，宁委睡以搀之。焉捧窃简征，取一物，对月秀视，白光晶莹，长可二寸，径九叶许，已而触虫包固，仍至迫切中。自语曰：何物老昧，直而大胆，致坏妾子。遂复卧。宁大其之，因起问之，且以所见告。焉曰：既相知爱，何敢深饮？我剑客也，若非失灵，妖当利以避，虽然亦伤。问：所兼何物？曰：剑也，是锈之，有妖气。宁于观之，慨出相视，盈盈然一小剑也。于是亦后众焉。明日视窗外有血迹，遂出寺北，见荒坟累累，果有白杨，乌巢七颠。待盈眸既就，去妆欲归，燕生设祖帐，
情以因我，以破格囊赠您，曰：此见待也，宝藏可远痴昧，宁欲从受其术，曰：如君信义刚直，可以为此。然君犹富贵中人，非此道中人也。宁乃托有妹葬此，发掘女骨，连引衣衾，恋舟而归。宁斋临也，因迎坟葬诸斋外，继而祝曰：怜卿孤魂葬尽蜗居，歌哭相闻，数不见灵于雄鬼，一瓯江水饮，殊不清止，幸不为贤，驻避而返。后有人呼曰：缓待同行，回顾则小倩也。欢喜谢曰：君信义，使死不足以报，请从归，拜时孤章，应欲无悔。沈帝之机应流霞，足翘细损，白昼端相，娇艳犹绝。遂与俱之斋中，主坐稍待，先入白母。母愕然，时宁妻久病，母戒勿言，恐所害惊。言次，女已翩然入，拜伏地下。宁曰：此小倩也。母惊故不惶。女谓母曰：儿飘然一身，远父母兄弟，蒙公子禄父，则披发肤，愿执箕肘以报高义。母见其绰约可爱，实感于言，曰：小娘子惠顾吾儿，老身喜不可已，但生平至此而用成挑婿，不敢另有鬼偶。女曰：儿实无二心，泉下人既不见信于老母，请以兄室依高堂奉晨婚，如何？母怜其诚，允之。即欲拜扫，母辞以急，乃止。女即入厨下，待母施拥入房穿榻，似熟居者。日暮，母未拒之，辞使归寝，不为设床褥。女窥之母意，即进去。过斋欲入，却退，徘徊户外，似有所惧，生呼之。女曰：是有见气为人，向道途之不奉见者，良以此故。宁勿为阁囊，取悬他事。女乃入，就竹下坐，一时殊不一语。久之，问夜读佛，妾少诵楞严经，今强伴以往，每求一卷，夜暇舅兄正之。宁诺，又坐，默然。二更向尽，不言去。宁促之，悄然曰：意欲孤魂疏却荒木。宁曰：斋中别无床寝，且兄妹亦已远先。女起，容拼促而欲啼，足汪攘而懒步，从容出门，涉阶而没。宁切怜之，欲留宿别榻，又惧母嗔。女招旦朝母，捧仪卧患，下堂操作，无不取成母志。黄昏告退，折过斋头，就竹诵经，决宁将寝，时惨然去。先是宁妻病废，母恤不可堪，自得女亦甚，心得之，日见忍，亲爱如己出，竟忘其为鬼。不忍晚令去，留与同卧起。女出来未尝食饮，半年见辍息，母子皆溺爱之，讳言其鬼，人已不知变也。吾何宁妻亡？母因有纳女意，然恐与子不利，
女微窥之，趁见告母曰：“居年余，当知而干戈，未不欲获行人，故从郎君来。区区无他意，只以公子光明磊落，为天人所钦主。时欲依赞三数年，借伯封诰，以光全壤。”母亦知其无恶，但俱不能言宗嗣。女曰：“子女为天所授，郎君住伏吉，有抗宗子三，不以鬼妻而遂夺也。”母信之，与子义宁信，因烈焰告妻党，或请敌心腹。女慨然华妆出，一堂尽赤，反不疑其鬼，疑为仙。由是无党诸内眷，贤侄子以贺，争败食之。女善画蓝莓，折以尺幅酬答，得者藏之实习以为荣。一日，伏景窗前，超唱若诗，忽问：“阁囊何在？”曰：“以卿未知，故兼至他所。”曰：“妾受生气已久，当不复位，以取挂床头。”宁竭其意。曰：“三日来，心中充无停息，亦金华妖物，恨妾远遁，恐旦晚寻疾也。”宁裹挟阁囊来，女反复审视，曰：“此剑仙将成人头者也，必败至此，不知杀人几何许？且今日视之，机犹素立，乃悬之。”次日，又命移悬户上，夜对竹座，曰：“宁勿寝，须有一物，如飞鸟堕。”女惊匿夹木间。宁视之，物如夜叉状，电目血舌，闪闪绝拿而前，至门却步，逡巡久之，渐进阁囊，以爪摘取，似将抓猎。囊忽隔然一响，大可何愧，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，揪夜叉入，声遂寂然，囊亦顿缩如故。宁骇叉。女一出，大喜曰：“无恙矣！共是囊中清水数斗而已。”后数年，宁果登进士，女举玉男，纳妾后又各生一男，皆视尽有生。聂小倩，完。Recorded by David Fan, May 2009.《聊斋志异》第十七篇，这是小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十七篇，水莽草。水莽，毒草也，蔓生四格，花紫，类扁豆。勿食之，利死，即为水莽鬼。俗传此鬼不得轮回，必再有毒死者，始待之。已故楚中桃花江一带，此鬼尤多云。数人以同岁生者为通年，头次相恶，呼更兄更弟，资直乎耕薄，习俗然也。有助生造起通年谋，中途造可私隐。而见道旁一鳌，张鹏是隐，驱之。鳌称迎入鹏，即奉甚音。嗅之有异味，不类察明，至不隐，弃而出。鳌即止客，便唤三娘，可将好茶一杯也。而由少女捧茶自棚后出，年约十四五，姿容艳绝，指环臂串，
晶莹剑影，生寿斩神驰，秀奇察方列乌伦，西尽在所，去熬出细桌鲜味，脱直环一枚，女称颊微笑，胜亦惑。略结门户，女曰：“郎暮来，妾犹在此也。”生求茶叶一撮，并藏之环而去。至同年家，掘心头作额，以茶为患，以情告某。某骇曰：“待矣，此水莽鬼也，先君死于世，是不可救，皆为奈何？”生大惧，出茶叶验之，真水莽草也。又出直环，兼述女子情状。某玄想曰：“此必寇三娘也。”生以其名却服，问：“何故之？”曰：“南存富氏寇氏女，素有艳名，数年前误食水莽而死，必此为媚。”或言受媚者，若知归姓氏，求其故当，诸福可全。某即意叩索，实告以情，长跪哀恳，叩以其将待女死，故尽不语。某愤而返，以告生。生亦切齿恨之，曰：“我死，必不令彼女脱生。”某于送之，将之家门而卒。母薅涕葬之，遗一子，抚周岁。妻不能守伯周节，半年该教去。母留孤自哺，渠翠不堪，朝夕悲啼。一日，方抱儿哭室中，生萧然忽入，母大骇，挥涕问之，答云：“儿低下闻母哭，甚怆于怀，故来奉晨昏儿。儿虽死，已有家室，即同来分母劳。”母其勿悲。母问：“儿父何人？”曰：“寇氏坐听而死，儿甚恨之。死后欲寻三娘，而不知其处，尽欲谋耕薄，实相之事。儿亡，则三娘已偷生认识郎家，儿迟去，强捉之来，尽为儿父，亦相得，颇无苦。”一时门外一女子入，华状艳丽，伏地拜母。生曰：“此寇三娘也。”虽非女人，母视之，情怀差位。生贬遣三娘操作，三娘雅不习惯，然诚顺疏廉人。由此居故事，遂留不去。女请母告诸家，生亦勿告，而母承女意，足告之。寇家翁敖闻而大骇，鸣车急至，视之，果三娘。相向哭失声，女劝止之。敖氏生家良贫，亦甚忧道。女曰：“人以鬼，又何厌贫？侍郎母子情义全全，而故以安之矣。”因问：“茶偶谁也？”曰：“彼泥性，自残不能获新人，故求而助之儿。今你生与郡城卖江者之家。”
因故生曰：既续矣，而不拜月，妾复何心？生乃投拜，女便入厨下，待母直吹，公翁敖。敖视之七心，既归，即遣良婢来，谓之服役。金白金，布帛数十匹，酒载，以肉代车，不时馈送，消付诸母矣。叩诣十朝归宁，具数日，辄曰：家中无人，宜造送而还。或故击之，则飘然自归。翁乃带生其下屋，迎备真挚，然生终未常至翁家。一日，村中有众水盲读者，死而复述，相传为异。生曰：是我活之也，必为离酒所害，我为之驱其鬼而去之。母曰：如何不去人以自待？曰：而甚恨此等辈，方将尽驱除之，何谢此为？妾儿弑母罪乐，不愿生也。由是众读者，往往具风言，导诸其庭，辄有效。积十余年，母死，生夫妇亦哀回，但不对客，唯命儿催麻辟勇，交以礼仪而已。葬母后，又二年余，为儿娶父。父任侍郎之孙女也。先是任公妾生女，数月而伤。后闻诸生之意，遂命嫁其家，定翁续焉。知是，遂以孙女妻其子，往来不绝矣。一日谓子曰：上帝以我有功人事，则为四都牧龙君，今行矣。而见亭下有四马，驾黄餐车，马四股皆鳞甲。夫妻盛装出，同登一隅。子及父皆泣拜，顺席而苗。日是，寇家见女来，拜别翁敖，亦如生言。敖泣挽留，女曰：祝郎先去矣。出门遂不复见。其子名鄂，字离尘，擒诸寇翁，以三娘骸骨，与生合葬焉。水莽草完。《聊斋志异》第十八篇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十八篇，珠儿。常州名李化，富有田产，年五十余，无子，一女名小慧，容姿秀美，夫妻最怜爱之。十四岁，暴病腰除，冷落庭闱，亦少生趣，始纳婢。今年余，生一子，视如拱璧，名之珠儿。儿渐长，魁梧可爱，然性绝痴。五六岁，尚不辨书脉，言语简涩，李亦好而不知其恶，会有秒生，目缘于世，折之人归榻，于是相惊以神，且云能生死祸福人，几十百千，执名以所，无敢违者，亦李牧百名，李南之给十金，不受，见至三十金，生厉色曰：必百名，
却一文不可。你易怒，收金俱去，声愤然而起，曰：“勿悔，勿悔。”吾何？诸儿心抱痛，八卦床席，色如土灰。李句将八十斤一生起救，声笑曰：“多金大不易，然山生何能为？”李归而已死。李痛甚，以状数亿载，载居生殉局，亦辩己无情辞，失之。事及蛮革，令收其僧，得牧人二，小官一，小骑至五。载怒，以手叠爵举世之，生乃惧，自投无数。载不听，杖杀之，李叩谢而归。时已熏暮，与妻坐床上，忽一小儿匡然入室，曰：“阿翁行何疾？疾力不能得追。”视其体貌，当得七八岁。李经方将诘问，则见其若隐若现，恍惚如烟雾。宛转间，以灯踏坐。李推下之，堕地无声，曰：“阿翁何乃尔？”瞥然复灯，李惧，与妻俱奔，而呼阿父阿母，呕哑不休。李入妾室，即和其妃，还故而已在膝下。李骇问何为，答曰：“我苏州人，姓詹氏，六岁失护士，不为兄嫂所容，逐居外主家，偶戏门外，为妖僧弥撒桑树下，驱使如伥鬼，冤必穷泉，不得脱化，信赖阿翁昭雪，愿得为子。”李曰：“人鬼殊途，何能相依？”儿曰：“但除斗室，为儿设床褥，日浇一杯冷江粥，余都无事。”李从之而喜，遂独卧室中，晨来出入闺阁，如家生。闻妾哭子声，问：“诸儿死几日矣？”答以七日，曰：“天严寒，失当不腐，事发肿起势，如未损坏，儿当得活。”李喜与儿去，开穴验之，躯壳如故，方此刀达，回室失儿所在，亦知于师归，方至榻上，木已撇动，少请呼汤，汤已而汗，汗已遂起，寻喜诸儿复生，又加之会暇便利，窘亦囊袭，但夜间僵卧毫无气息，共转撤之，明然若死，纵大恶，为其父死。天将明，死若梦醒，群就问之，答云：“袭从妖生时，有儿等二人，其一名鸽子，昨追阿父不及，盖在后与鸽子作别耳。今在民间，与江员外作异似，亦甚悠游。夜分，故来邀儿戏，是以白鼻瓜送而归。”母婴问：“在阴司见诸儿否？”曰：“诸儿已转生矣。取与阿翁无父子缘，不过金陵言子方，来讨百十千再付耳。”初，李犯于金陵，欠言获嫁未偿，而阎翁死，此事人无知者。李闻之大骇。母问：“儿见慧解否？”儿曰：“不知。”再去当访之。又二三日，谓母曰：“慧解在明中大好，嫁得楚江王小郎子，珠翠满头髻，一出门便十百座喝殿生。”母曰：“何不一归宁？”曰：“人既死，都与骨肉无关切，倘有人细数前身，方豁然动念耳。”着托江员外，银元见解，姐姐呼我坐三壶床上，语言父母悬念，渠都如棉碎，而云：“姐在时，喜绣并蒂花，剪刀刺手爪，写卧林子上，姐就刺坐刺水云，今母犹挂床头壁，故念不去心，姐望之乎？”姐使七感云：“会须白郎君，
归省阿母。母问其其，答言不知。一日为母，解行且至，仆从大烦，当多备将酒。少监奔入室曰：“解来矣。”一踏中堂曰：“姐姐且弃坐。”少悲啼，诸人悉无所见，而率人焚子类引于门外，反曰：“周崇暂令去矣。”解言：“昔日所负绿锦被，成为竹花烧一点，如豆大，尚在否？”母曰：“在。”即起嗣出之，而曰：“姐命我成就归中，乏疲且小卧，历日在与阿母言。东邻赵氏女，故与惠为秀阁交。是夜，忽梦惠服投子佩来相望，言笑如平生，且言我今异物，父母敌面，不斥河山，将见妹子与家人共话，勿须惊恐。”直明方与母言，忽扑地闷绝，余刻时醒，向母曰：“小慧与阿婶别几年矣。”顿三三白发生。母骇曰：“儿病狂耶？”女拜别即出，母知其意，从之，直达离所，报母哀啼。母惊不知所谓，女曰：“儿着归。”婆伟顿为皇一言而不孝，中途弃高堂，劳父母哀念，罪何可赎？母顿悟，乃哭。以儿问曰：“闻儿今贵，甚为母心，但汝妻身亡家，何岁能来？”女曰：“郎君与儿极宴好，姑舅一相抚爱，颇不为妒丑。会生时，好以手之仪。”女言次，辄作故态，神情宛似。未几，诸儿奔入曰：“皆解者至矣。”女乃起，拜别泣下，曰：“儿去矣。”言泣，复薄，遗食乃书。后数月，李病惧，医药往效，而曰：“旦夕恐不救也。”二鬼坐床头，一执铁杖子，一碗苎麻绳，藏四五此许。而昼夜哀之不去，母哭，乃被衣襟，寂目而驱入曰：“杂人妇，且必去。姐夫来似阿翁。”俄请，鼓掌而笑。母问之曰：“我笑二鬼，闻姐夫来，俱匿床下如龟鳖。又少时，望空道寒暄，问姐起居。”继而拍手曰：“二鬼，奴哀之不去。”自此大快，乃出至门外，却回曰：“姐夫去矣。”二鬼被锁马养丧，阿父当即无恙。姐夫言：“归白大王，为父母起百年寿也。”一家俱喜。至夜，病良矣。数日寻菜，言师教儿读，而甚会。十八入义祥，犹能言民间事。见李忠病者，折指鬼祟所在，以火热滋，往往得抽。后抱病，体肤青紫，自言鬼神折我战路，由是不复言。诸儿完。《聊斋志异》第十九篇，这是小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，蒲松龄著，第十九篇，胡四杰。上生泰山人，独居清斋。惠植秋叶，银河高耿，明月在天，徘徊花音，颇存遐想。忽一女子于园来，笑曰：“秀才何似之身？胜旧事，荣华若仙。”惊喜拥入，穷极瞎睨，自言：“胡氏名三杰。”问起居地，
但笑不言。深意不复之问，唯相其永好而已。自此临无虚隙。一夜雨声促膝灯目，深爱之，逐盼不转。女笑曰：“单单侍妾何为？”曰：“我侍卿如红药碧桃，极尽夜事，不为厌也。”三节曰：“妾陋直，遂蒙卿盼如此。若见吾家四妹，不知如何颠倒。”神意轻动，恨不一见颜色，常记哀情。余戏过携四节来，年方及笄，荷粉露垂，杏花嫣润，嫣然含笑，魅力欲绝。生狂喜吟作，三姐余生同笑于，四姐为手引袖带，扶手而已。未及三姐其别，媚于从行，生夜之不适，故三姐曰：“轻轻烦你至生。”三姐乃笑曰：“匡郎情极矣，妹子亦为少留。”四姐无语，节遂去。二人备尽欢好，继而银币替枕，倾吐生平，无复淫秽。四姐自言为狐，生依恋其眉，亦不知怪。四节因言：“阿姐狠毒，夜杀三人矣，获之亡不避者，妾心诚溺爱，不忍见灭亡，当早绝之。”沈惧，求所以除。四节曰：“妾虽狐，得仙人正法，当树一符年金门，可以却之。”遂书之。既晓三姐来，见符却退，曰：“婢子负心，情意新郎，不意银线人矣。如两人何有素分，余亦不相仇，但何必而？”乃进去。数日，四姐他事，约一隔夜。是日，生偶出门眺望，山下固有忽林，苍茫中出一少妇，亦颇风韵。近谓生曰：“秀才何必日沾沾恋狐家姐妹，屈又不能以一钱相赠。”即以一贯受生，曰：“现迟归，是良运，我即系小摇转来，与君为欢。”生怀前归，过如所教。少间，复国志，至鸡上凡鸡，闲至间各一，几抽刀子，屡切为鸾，诗酒挑虐，欢洽异常。继而灭烛登床，侠情荡甚。计数十齐，方坐床头，桌足亦细，忽闻人声，倾听一入帷幕，则狐皆媚也。复乍读，仓皇而遁，遗戏于床。二女遂斥曰：“骚狐，何敢与人同寝处？”追去，一时十烦。四姐怨声曰：“君不常进，与骚狐相匹友，不可复进。”遂心性欲去，生惶恐自投，情辞爱恳。三姐从旁解免，四姐怒稍释，
由次相好如初。一日，有山人七驴造门曰：“我玄尧，非一朝夕，乃今时得之。”生父以其言意，训所由来，曰：“小人日犯烟波，游四方，终岁十余月，长八九里桑梓，被妖物古杀无地，归身道恨，势必寻耳体言灭之。奔波数千里，孰无机兆？今在君家，不减当有继无帝王者。”时生育女密儿，父母为察之，闻客言，大惧，言入，令作罚。初二平，列地上，符咒良久，有黑雾四团，分头平中。客席曰：“全家都到矣。”遂以珠抛裹瓶口，兼风甚固。生父一席，兼留客饭。生心恻然，尽平窃听。闻四姐在瓶中言曰：“做事不救，君何负心？”神意感动，急起所封，而结不可解。四姐又曰：“吾徐耳，但方岛弹上旗，以阵刺抛作空，虞姬出矣。”声如其情。国见白气一丝，自孔中出，凌霄而去。客出，见其横地，大惊曰：“顿矣，此必公子所为。”姚平俯听曰：“幸之亡其一，此物何不死，犹可赦。”乃西平别去。后神在野，都用义脉，遥见四姐坐树下。神尽就之，执手慰问，且曰：“别后失意春秋，今大丹已成，但思君之念未忘，故复一拜问。”神与于偕归。女曰：“妾今废习笔，不可以陈情然，后当复见儿。”言已，不知所在。又二十年余，生世独居，见四姐自外至，生习于余。女曰：“我今名列先籍，本不应再履尘世，但感君情，竟抱彻色之奇。可早除分后事，亦勿悲忧，妾当度君为鬼仙，亦无苦也。”乃别而去。至日，生国卒。上生乃有人李文玉之妻好，常心见之。胡四姐完。《聊斋志异》选集，卷一至二十，注温。这是陈薇薇为 LiveVox.2 提供的录音，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《聊斋志异》清代蒲松龄著。寄阳住春有注温子，年五十余病卒，家人入室里吹蝶，夫闻温夫甚急，群奔及陵寝，直见温已复活，群喜慰问。温当谓媪曰：“我逝去，并不复还，行数里，转思抛汝一副老皮骨在耳背首，行日安人
亦无复身去，不如从我去。故复归，与嗟尔同行也。贤以新书万语，诸位深信，温又言之，傲云：如此亦善，但方生如何识此？温辉之曰：是不难，家中熟物，可书六礼。傲笑而不去，温又触之，乃出腹外，言数客而入，己之曰：处置安妥矣。温命数庄，傲不去，温吹一急，傲不忍服其意，逐群庄已出，喜女竭逆笑，温以手迂枕，手拍令卧。傲曰：子女皆在，双双卧庭，是何景象？温垂床曰：病死有何可笑？子女见温召集，共劝傲姑从其言。傲如言，病枕将卧，家人又共嗅之，而使傲嗅中敷脸，又见儿两眸聚合，久之无声，眼如睡去。纵使近视，则夫以病而鼻无息矣。是温亦然，使共惊达。康熙二十一年，温帝父拥于弼赤子之家，言之甚稀。御史事曰：温其数有起行语，全路茫茫，去来有耳，其矣。且白头子欲其去，直夫宁去，亦何其暇也？人当属旷之时，所罪不忍绝子，床头之泥人耳。苟广其数，知脉腹风香，可以不是矣。朱温完毕。聊斋志异选集卷一完毕。李维 Vox 的录音都归公众所有。